下個禮拜三啊嘛，應該係。好啦，陳議員，你自己嘅即係投票意欲係點噶？嗰個高鐵嗰單嘢。嗱，我會支持嘅。嗯，係啊，我頭先訪問咗你啲盟友啊，佢話阿葉國軒議員佢都話支持嘅，係。係咪你哋個黨都係個共同都係有呢一個嘅共識啊？我哋都係一致嘅。因為高鐵對香港個未來嘅發展咧係相當之重要嘅。咁所以我哋一定會支持香港嗰個經濟發展。好啊，咁啊，如果嗱，假使間即係前嗰排咧，純粹係啟發到俾阿特首嗰個嘅即係電燈膽嗰個事件啊，咁啊，如果即係有一啲嘅利益咧，發現入個公務小組裏面有其他同事咧有啲利益，哎呀唔記得咗申報喎，咁啊，即係譬如同高鐵嗰個嘅利益係即係掛鈎嘅，咁你哋會唔會即係再考慮翻你哋支持高鐵呢一個嘅意向咧？最主要就係有關嘅人士咧，自己應該要申報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使得大家都明白，即係立法會嗰個議事咧，佢係公正嘅、無私嘅，啊，冇自己涉及利益嘅。咁呢一點，我相信應該每一個即係自己作為立法會議員咧，應該要自己明白自己嗰個利益所及嘅地方喺邊度。若然真係有同事真係唔記得咗申報，你哋會唔會幫我哋睇實佢哋咧？啊！呢個要睇佢自己啦，因為譬如話其他啲同事嗰個利益嘅問題，我哋未必知道啊嘛。咁呢個要睇佢啊。咁當然亦都要靠傳媒啊。有時我哋傳媒都經常都會嚇揭露一啲人咧，佢哋嚇唔乾淨啊，或者係有以權謀私嘅情況出現啊。咁我覺得呢一點咧都非常之重要。係啊，喂，咁如果真係有事發生嘅時候，靠你民建聯啦嚇，幫我哋去跟緊啲呢啲嘢啊。我哋一定會幫手嘅。多謝曬你 ，try your best，thank you。